那我们定格干嘛？对啊，就是剪。走走走走走走走。PWC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在实际参观完PWC 附近的周遭环境、工作环境，我觉得非常的良好。那其实在这边工作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因为它可以在忙碌的时候呢，可以看窗外的青岛的整个美景，那其实非常的棒。这次我们来到山东，第一站是来到了山东的 PWC， 就是山东的自成，也是山东叫做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那这一次来到PW 参访，我们聊那个会计师有跟我们介绍很多当地产业跟台湾或者是跟香港的不同，那也了解到就是大陆的特别的一个制度股权分置改革，那也有了解到很多会计师也有鼓励同学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第一个目标可以先去事务所发展，那对同学未来的目标都非常的好。那很开心来到这边，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这边。Thank you.
Hello， 我是明治会计所的邱子玉。那我们这一次呢，有去青岛参加海蛙研习，然后我们其中有一家参访一家公司是瑞智精密机电有限公司，那它是优秀的台商企业，然后它在台湾的桃园观音也有设厂区，那其实就在那个原治大学附近。那这一次去参观青岛的瑞智精密有限公司，他们的财务长有带领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厂房，然后我们有看到他一系列的制程，然后还有带我们看那个压缩机的模型。因为瑞智精密它是台湾第一大，那全球第四大的压缩机的马达的一个品牌。那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就是财务长介绍有一家德国的品牌叫做 MIELE， 那它的压缩机光是一台价格就是10万块钱，就非常的高昂，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产品。然后谢谢。海外研习第二天，我们参访了瑞智精密，很荣幸能到青岛参访瑞智精密的工厂。为我们介绍的是财务长，副财务长，那他也是之前就读文化大学会计系的学生，所以跟我们介绍起来也特别熟悉。那我们参观了瑞智精密的工厂的压缩机生产流程，过程很有趣，也觉得工厂人员很辛苦。那到最后我们也在会议室听瑞智精密副财务长他所介绍他们工厂的一些计划跟未来展望。那很荣幸到瑞智精密参访。各位长官好，我是会计所的学生陈宗士，很荣幸今天呢有这次机会来到全球第四大的瑞智精密科技参访。那此趟旅程呢受益良多，尤其是从产线，从小模组机体呢经由产线设计制作成大型的压缩机，那最后制成众多产品，例如冰箱、洗衣机等等等。那很感谢这次带团的两位老师林立轩老师与张敏雷主任，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的话能够参与这么棒的活动，谢谢大家。我觉得，
中国海洋大学进行交流。在访谈的过程中，使我们对于大陆会计准则的制定与现在 IFRS 接轨情形有初步的了解，并透过中国海大老师介绍得知现在大陆市场的概况。在中国，我们熟知的四大只能排在前六大，因为有两家已经被大陆本土事务所给超前。也得知中国海大会计系学生在毕业仅有约 20% 的学生进入在四大事务所工作，这显示在大陆众多会计人才中脱颖而出，才有办法在四大事务所工作。所以我们要更努力增加自己的能力，才有办法与对岸学生竞争。希望将来我们能有机会和中国海大的学生进行短期的交换计划。源自大学会计硕士班的所有学生陈威安，非常荣幸今天来到中国海洋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的同学与教授们进行交流。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十分热情地到校门口来迎接我们，这点让我十分感动。在与中国海洋大学学生的交流过程中，让我受益良多，这一点非常的让我觉得值得学习。谢谢。大家好，我是硕士班二年级的林彦恩，那很开心来到中国海洋大学这边。那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都很认真，啊，老师也很认真的在讲解他们的专长，那让我来这边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也在这边了解到中国的会计准则跟中国学生认真学习的态度，那也他们的提问态度也让我发现了我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那很谢谢中国海洋大学。会计说的张雅玲，这次海外研习，我们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来到了青岛啤酒博物馆参观。哇哦，那对于爱喝酒的我们来说，真是多了好多层的了解。从他们的历史如何建厂，到了解到他们现在有多少新技术，真的能感受到他们一直在实践他们的 logo， 激情成就梦想。而除了青岛啤酒本身，还有一些世纪经典。像是山水啤酒、崂山啤酒都是他们家的。至于最顶级的青岛啤酒，就是金樽奥普特拉。参访最印象深刻的点有两个，一个是参观发酵池时，是应用投影技术与实际发酵池结合来做介绍。最后投影人物向我们洒出酒，然后我们真的感受到了那个水花，真的让人非常惊喜。另外一个是醉酒小屋，让我们实际体验喝醉酒的感觉。哦，那晕而且不舒服到让人下次真的不敢喝到烂醉。其实说真的，台湾的青岛啤酒我不爱喝，但来到青岛本地，他们的水质让青岛啤酒变得很不一样。最开心的是能喝到他们才刚发酵完的原浆啤酒，还有二次过滤后尚未灭活菌的纯生啤酒，配上他们的啤酒豆，就已经觉得不枉此行了。
真的很荣幸，也感激能有这个机会，能来这边体验真是太好了，谢谢。大家好，我是会计说二的刘玉丽。那今天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呢，来参观青岛啤酒厂。而青岛啤酒呢，它是呢中国啤酒品牌呢历史最悠久的品牌之一。那它创立于呢1903年。那今天呢，透过呢这一次的参观呢，我呢了解到啤酒呢它一系列的制造过程，才能到我们今天随手可得的啤酒。青岛啤酒呢，在台湾的屏东也有设龙泉啤酒厂。那青岛啤酒跟龙泉的台湾的啤酒呢，设厂的差别是，青岛啤酒他们由于他们水质的关系，所以呢，让他们的啤酒更为顺口，以及麦香更为的跳出来。那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呢，它其中有一个模拟情境，可以模拟就是你喝醉酒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这里面这一次参观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谢谢。嗨，我叫林鸿翔，我是第三组的会计说第三组的成员，为大家介绍青岛啤酒馆。这是我们团员的照片，请看。那接下来是我要介绍为大家介绍青岛啤酒馆它的啤酒酵母生啤酒，对。这就是我们跟老师一起拍照的照片啊。至于生啤酒的感觉呢，生啤酒的效能呢，就是说它有止泻，还有帮助消化作用哦。这是我们老师的照片，请看。再来，我觉得最特殊的青岛啤酒馆，最特殊参访中最特殊的感觉就是它有一个模拟脚踏车，让你有一个 3D 的画面，让你去看，让你去骑，让你深入体验，说你喝醉酒的时候你骑车的那个感觉，很有 feel 哦。这是我们组员他们拍照的照片。对，这就是我们第三组为你林鸿翔为你介绍的。
楼酒店，那一走进大厅的话，有一种很气派又奢华的感觉。那既然说是酒店的话，它中间有一个小房间，很特别，里面摆了满满的红酒，看起来非常的高级。然后往内走出饭店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的大海，真的超漂亮的。那下面的话有一大片，一大片的 villa， 住在这边就像住在海的中间一样，非常的美丽，是个适合度假的好地方。各位尊敬的观众，你们好，我是财经暨会计硕士班二年级的学生西安婷。现在呢，我要分享的是参访青岛韩碧楼的心得。从一进到饭店内，看到它的大堂、中堂还有外观，心里呢都觉得澎湃无比。它的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已经让它从一般的饭店业跳脱成文创产业。虽然呢参访时间有点不够，但这些时间里都已经深深感受到其文艺气息，跟一般的饭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不愧是孔子的故乡鲁国山东。不过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参观到韩碧楼的客房。听说里面共有160间房间，间间面海，海景美丽无比，而且每间房间的床头都还有摆放轮椅呢。谢谢大家。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到山东的韩碧楼。那个当地的那个台商呢，他有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饭店的内部。他外部的话有一个非常豪华的那个房子，那是盖起来不是要给就是饭店住的，那是要拿来卖的。他特别有强调这一点，而且他外面的房子呢，有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立的游泳池。另外，我们还要去参观那个他们的酒窖，那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酒，就是整个就是非常有趣。那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这边，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再来山东一次。谢谢。